如给你20秒，随便拿零食。你们这次考试考什么东西啊？居然是年级第一！耶！老师，你答应我们的20秒清空购物车。收到，收到，走。只能拿20秒。看来你已经有必买的选择了。开始。买齐了良品铺子必买的零食了，谢长老。嚯，这良品铺子降价真香哎，才100多。这就是20秒的战利品了，一包一包吃过去啦。先来尝下糕点，云朵牛奶蛋糕。哇哇哇，软乎乎的，像云朵一样柔软，吃起来就是香浓牛奶和蛋香味道，入口即化，好好吃啊！坚果脑袋来了，里面是5种坚果哎，开心果、地根果、腰果、扁桃、核桃，吃得很方便。作为坚果脑袋，有钱剥壳麻烦，这个全国人就好方便。每次来良品铺子，不带上这一罐回家，都觉得白来了。还有魔芋爽，这脆爽 QQ 弹弹的口感，我太爱了。这个也是我每一次路过都会买一包追剧吃的零食。尝尝手撕肉脯，哇哇，真的好像啊，是大片春肉自做。它这个切的细长条，还蛮适合嘴巴小小的吃哎。肉质很紧实，肉丝很细腻。再试试每次去都必买的酥脆薄饼。海苔味的绝绝子，脆薄如薯片，很喜欢它咸香的味道，搭配海苔味，一口一口越吃越香。用云朵蛋糕做个甜品吃吃吧，一起吃吧。宝子们，给你们20秒，你们会选什么零食呢？